在呢进入到妙胜广场前，是我们的黑面太子爷啊，黑面太子爷，各位我们可以双手合十，黑面太子爷，我们来祈求保佑大家阖家平安健康。是我们有神尊来会神哈，我们在正中间这边稍微让一下，谢谢。那我们在神轿上呢有关圣帝君，接下来我们是有三队进行，来这边我们妈妈在东龙路队，请各位注意一下。好，还有我们的太子爷哈，非常的感谢，有我们的耀宇工程行董事长林俊宇董事长站在我们的轿的正前方，来率领我们所有的正头队伍来向恭祝龙云宫香火鼎盛，谢谢。我们来恭祝耀云工程行，我们事业兴隆，财源广进，谢谢您。是好，我们前方各位乡亲朋友们，我们所有的正头会进场，那各位呢，请稍微让一下哈。